全球爆火的僵尸校园，演员们的声势跟着高涨，不止主演们，连配角们的背景也纷纷被挖出。其中饰演梁大修的演员林宰赫，身材圆润的他在剧中是开心果担当，对演技抱有极大热忱的他，从演技补习学院出身，在2016年同时录取东国大学演剧学系以及韩国艺术综合大学演技系，因而被经纪公司相中签下合约。2020年以戏剧《Alice》正式出道，虽然有经纪公司帮忙打理事务，但其实他并不是全职演员，直到现在仍然还有在打工维持生计。他兼职过各种工作，包含外送员等劳工性质的打工。即便《僵尸校园》如此成功，他也没有辞去工作，依旧勤奋的坚守原岗位。而为了这次的角色，他十分努力用心。前进公司时曾被要求减肥，因此减下30公斤，但为了争取演出梁大修，他又刻意吃胖32公斤，直到演完后再度产肉25公斤，公司也曝光了他的近况照，整个人小了一圈，让许多人直呼认不出，只能说演员们真的太敬业啦。